第一次约会在烤串摊，第一次见他，以为是非洲来的。那你还追我？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幸福的样子，应该是蓝色的，就像清晨的阳光奋力翻越地平线，当他刹那回眸，目光闪烁又炯炯有神，但那一刻我只想牵着他的手，漫步在这清澈的早晨。我就希望就是两个人可以相互依靠，相互鼓励，相互爱护，一直走下去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是我最想要的爱情。我曾幻想过所有华丽浪漫的爱情桥段，那大概是在充斥的红色七夕的灯光里，他在弹琴，而我因为不相关的小事情想得出神。后来发现爱情不过是他开心地吃着我做的饭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脾气小毛病，对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嘛，就是互相包容，然后有什么就说出来，不要藏在心里。七夕节如果他要送我的话，可能会送我一些运动装备吧，因为我现在在这个身材恢复期，刚生完宝宝，平时的衣服也会搭配一些运动鞋穿，觉得女孩配运动鞋穿日常的衣服就很好看，比如像这个阿迪达斯的鞋我就特别喜欢，然后我老公也很喜欢。